火龙短泽美，消防员不畏危险观火。美国丹佛市今个月14号发生咗场山火，原本已经受到控制噶啦，点知突然一阵龙卷风吹埋嚟。段片上网未够一星期，已经超过200,000嘅点击率，网民都大赞啦。火龙卷都唔系第一次发生噶啦，火龙卷通常由山火吸收氧气，令到周围空气加快流动开始，中心温度超过1000度，虽然喐得好慢，但系周围形成嘅强风有杀伤力，而且可以维持超过1个钟噶。